绝对是。Hello， 晚上好。谢谢新之冠。Hello， 猪猪 is。晚上好，晚安。今天好热，今天好热哦。外面没有风了。外面出门那边有点凉。嗨嗨。今天很热的。今天吃炸的，我妈不给我吃炸的，我今天一直说我要吃鸡排，超有鸡排蒸奶，没有蒸奶的，鸡排，大家吃鸡排。明天不用量，明天我量不到啊。明后天加油！谢谢阿杰爷的香槟木瓜牛奶绿豆沙的，我也希望它是木瓜牛奶。谢谢香槟。坤坤的心之冠，通常吃炸的会变笨吧。大家可以先上车。心情好，台式卤肉饭，台式卤肉饭，日本有吗？谢谢奥奖的 kiss 啾啾。凤梨，嗨嗨，大家就这样静静的看我吃完。
你不怕买个鸡排？鸡排，我喜欢这种鸡排。美味しそう、美味しいです。他不会是哪间哪间哪间静静的看我吃。有点太大口。嗯。炸鸡排有什么讲究？就是不能是甜的，要是咸的。有甜的口味，有的是那种。可能是它的肉有腌过，然后就整个是甜的感觉。蜜汁的不喜欢，对。谢谢告白气球，蜜汁鸡排不喜欢的，而且那样就不脆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梅粉。嗯，不太，因为嘴巴会红红的。中大奖，你中大奖，什么大奖？告白气球，照烧蜜汁鸡排。豆乳鸡翅没有吃过，所以鸡排会吃掉啊，不喜欢。鸡排就是要脆脆的才好吃。谢谢超傻眼猫咪，很热的。派克，派克是哪间？谢谢花生的告白气球。炸物灵魂，对。今天怎么又猫咪？超多人猫咪。派克是什么、啊？我没有听过哎，好吵，好吵！宜兰哪边的？我在宜兰，除了这一家，我好像没有吃过其他的，因为其他的都不好吃。
推特是什么？那个吗？罗东有一间，汉堡的，汉堡。都吃这个的，那是干嘛穿？金门特有的。欸，真的没听过，真的哦，我以为大家都知道这个，说从小吃到大。竟然没有人知道。魔王没听过，我除了贵族派，我听完全不知道其他的，只是他的鸡排店。你好吗？我很好，我很好。一直想到新贵派，在地鸡排摊。为什么派北部没有？北部没有哦，竟然有其他东西能带的。北部没有，好意外哦。所以常常是不一样的贵族派，是吗？在地人讲的地名都不知道，什么东西？鸡排店，对，鸡排店。贵族卖鸡排，对，卖炸的，不是卖鸡，卖炸。贵族派巧克力没有这个东西，东部才有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以为到处都有。贵族派世家，贵族世家，不是一样的东西吗？原来你吃过，台北的贵族饭，所以台北到底有没有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搜寻的是有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。
二楼已经，我知道，我去过一次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去过了。我决定我要涂口红。操作结果越来越少。他，我忘记他是什么自助式吗？其实也没有很好吃。你有同款，我的另外一个橘色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就再也找不到。Hello， 碳壳，变红了。其实也没有很红。你有同款吗？你有买是吧？要再画腮红了，盖两个点。等找到亮亮，这个非常的水，非常的水，然后又有薄荷的感觉，凉凉。天之前就没有，一起补不浪费，我往前它就会太亮。看到我了，你以为你怎么？互奖。我超久没有更新 IG， 连现实动态也没有在鸡排上还要调味你。松饼配凉面，久久路过，对。我有点白白的，是灯看起来白白的。喵！猫去旁边了，谢谢肉骨茶。
在地方で見ないの？少し見てます。ストレッチ。猫屁屁，不讲。随便就会入境，自学的，自学，随便学，没有认真学。この配信の今何してる？おうち、おうち48 为什么一直曝光？パジャマドライブ公園、そうですか。パジャマ。剩下的你吃。你最好，你刚刚是有吃到什么东西？想看我绑一单的双马尾，某天就可以看到了。等我开心的时候，现在不想绑。某天就哪天直播心血来潮就可能绑了，说不定再等个三个月之后呢。有一天会，那不是很难绑，那个超难绑的，一点都不想绑。去考场的时候，我同学会觉得我是神经病。谢谢傲江的乐双马尾的，对。拒绝，从这考两天，这算两天，考场感觉很忙，被粉丝哪有粉丝，就不能专心考试。可以问一下可不可以教我答案的？少女咖啡香真的好玩，我的账号已经不知道重置几次了，每次打开都是新手教学。统测是明后两天吗？我好不容易抽的卡，结果我又重来了。明后对的，没绑定。我有啊，可是要改账号，太难过了。我决定我不碰它，在还没确定之前。Hello，
老板婚内线感觉很酷哎，一点都不酷。苹果跟 MV 都可以绑，可以绑是可以绑。我们有我们的苦衷。谢谢阿华的肉骨茶，阿华后面的芒果草莓梨子吗？真的会分心，忘记绑定，不是忘记绑定。嗯，就送完我就可以。Hello， 你哥，注意别笑的妹子。我每次去学校都一脸死亡的脸，所以应该是不会，应该是不会有人发现。谢谢新颖的香槟。会发表的，并不会好吧。隔壁别笑第一，我也知道隔壁是笑排第一，是超聪明的那种。怎么会有人递答案过来？死亡脸是长这样，死亡脸就是，然后。会有很深的那个黑眼圈，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很暗淡。救火犬，跟他借答案，请借我一下答案。一脸死亡，对，我是一脸死亡，每次都一脸死亡。没有，没关系。今天只有两颗，然后哦没关系，剩下一颗了。然后考完之后，我就会觉得我很自由。笑怀第一是你的，没有这种事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？是在用 like 这个笑，什么课都会一脸死亡。对啊，我今天去了学校，然后一整天都在自习课，我已经不知道我要看什么。包包上面有手灯。接到考，接到考场接单，考完就解放，考完就算了。下辈子疯狂自习，因为进度早就交完了，超不可思议。一整天自习课，哎，回家睡觉。要不要直播念书？不要啊。自习有一半的时间都是睡眠学习，大家都在睡觉。我在自习超无聊，超无聊，不知道自习哪里就是超无聊。谢谢脆脆的新之冠，让考生回家睡觉，怎么可能？没事，听帮我的歌好了。听歌抽奖，可是那个不是 Cake Bus， 不是这个，我没有那个 APP。自习就是聊天睡觉，统测当天也是睡觉。抽奖。只吃鸡排，对。
考完还要再关一个，还要再考一个期末考才可以毕业。毕业典礼不知道，突然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学校，虚费度过，对，因为考完试。听说是只要没有做什么坏事就不会被当你在干嘛？谢谢陈颖的超傻眼猫咪，他就很不爽你还一直弄他。他的脚插到我的腿，他的脚插在我的腿上，救命！全班只有三个人到学校，他就想走，你就让他走吗？记得写名字就好，太好了吧？他是几个全勤奖，感觉我们班就会做这种事情。你在干嘛？请问你是抖 M 吗？你一直这样让他咬。全勤不能请假，全勤真的很难欸，三年感觉就是会请到爆的那种。就算被当原来宠物熊，老师也一定会让你哭。谢谢蓝色应援棒。旁边是谁？旁边是九九，全勤无缘，我无缘，我从来都没有成功过。全勤，全勤是什么鬼？期末考占35%，为什么？35%也太多了，不给你准假。他女儿是要因为老师没什么，就一张奖状。明天统测一起加油，加油！你又加油，我就先不用了。全勤拿个奖状很没 feel， 全勤真的是就是没有意义，干嘛这么辛苦，然后只有一个奖状？一起加油，加油！身边的同学拿全勤都会被笑，为什么会被笑？很厉害啊，全勤！我们应该全班都没有全勤，没有半个人有全勤。主播晚上好 ，Hello 晚上好，一张纸，就是一张纸。就是一张纸，没人全勤。我们班感觉就没有人全勤，我们班应该没有人全勤，太难了。他在干嘛？他很危险，他感觉随时就会爆冲。早就读好了。只是懒得请假，请假就没全勤了，绝对不存在。全勤奖状以外，还可能拿到一个很废的奖，很废的奖品，还有可能送你铅笔跟叉子、文具组、二 B 铅笔，都不会有人羡慕。放弃了就会很轻松啊，很轻松啊，超轻松，早就没有了，就是不会又开始剪指甲了吧？没有啊，
比二 B 铅笔更费，你觉得那会是什么？笔记本那种十块，然后很薄，只有几页的那种。在干嘛？没有，他没有在跟他玩，他只是在乱叫而已。他只是在乱叫而已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哦。谢谢01203099999的凤梨，感觉好写实。想当初开学第一天就请假，我好像也有做过这种事，不然就是放假前请假，然后就擅自先开始放假的，回家睡一天又收钱。谢谢花生的带你去流浪，哇 ，LV Level 5是那个哎、欸。阿拉丁坐在那个魔毯是吗？今后都用不太到。我还记得我国小的时候拿到了那个什么身体健康奖，超烂的奖。然后他送我牙刷，我不知道那个，对，他送我牙刷。动画好久，动画真的蛮久的，可是很快，很酷帅。谢谢我有深的告白气球。到底有多健康？就是我没有蛀牙，然后我没有近视，然后我没有过胖过瘦。哦，我有过瘦，我很健康。谢谢博翰的超傻眼猫咪，送印章，送印章。我觉得一定是国小，就是那个毕业的时候，一定要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一个奖，然后他就硬塞出很多奇怪的奖。健康宝宝。过错就不行，拿到奖觉得尴尬吧？不觉得尴尬、啊，只是觉得这个奖是什么东西这样子。你自己去买的海草，收到印章，1元赞助奖，留言太多你就下。送印章，真的、啊，回收拿到随身碟，我也有收到随身碟那个奖品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各种名义颁奖，对，没进是真的很威，我真的是觉得蛮厉害的。贝卡的真情告白，国小送的印章真的认真刻名字，不过目前都用。我怎么没有收过印章？自己没有在台下真的尴尬，自己没有，好像蛮尴尬的，大家都拿到这样子。没近视还可以省钱，花在眼镜上也是，眼镜蛮贵的，光那个框跟那个镜片就很贵。高雄好热，在高雄当兵，高雄很热啊。宜兰今天很热，我就这两天不行，我觉得我快活不下去，超热。走个路我就觉得我快死掉了。幼稚园倒是有得到好宝宝奖，框不贵，镜片太贵。是哦，框也有很贵的框啊，就是框要1-2000的那种。我也不知道眼镜是在贵什么的。得奖礼物已经无聊到忘记是什么。满1000再送衣服，走一走快死掉，是不是去医院比较？就是很热啊，整个人就不觉得烦躁，不想要再要，不想再走了。他就说希望赶快到，什么时候才要到？怎么还这么远？
接着真真的肉骨茶，肉骨茶。近视越重，镜片越厚。对，镜片很厚哎、欸，我看那个陈思雅的眼镜片真是厚到有爆炸。不知道陈圆眼近视最深的是谁？大口的天气就是这样，不是下雨就是大太阳，都没有，还好有开冷气，还好会开冷气。真的热到不行，整个快烧起来。看过最后的应该是雨喵的，真的。雨喵的镜片，是啊的也很厚，好好用。如果戴了，然后就真的就啊不行了，大概两秒吧，一秒就不行。谢谢带你去冰城，冰城在哪里？谢谢阿杰叶，冰城在哪里？Hello， 我是哥哥，请大家支持 Hello， 我是哥哥，这样我们才会更多有 SSKR 出游的机会。请大家帮我们多支持 Hello， 我是哥哥。谢谢陈的心之馆。大家要多支持 Hello， 我是哥哥。谢谢阿尔法的带你去流浪，带你去流浪。支持 Hello， 我是哥哥，我爱 SSK 啊，支持们，希望你们要撑，一直支持 Hello， 我是哥哥，直到我们成功去了日本，希望我们可以成功。大家都喜欢，对，太，我们根本没有这种工作，太小了，越看越喜欢，请大家去每天都是刷爆那个。刷爆那个 YouTube 这样子，鬼屋特别计划，去啊！你去，反正我去，我是哥哥，就开心。感受气氛，气氛计划真是不行。大家赞助这样子。现在几天你就会来一次，哈哈哈，也不用这么赶了，哈哈，说不定他真的要变 Hello， 我是老佛爷。扮鬼仙儿，谢谢 Wilson 的咖啡师，咖啡师 S 是什么？变老佛爷，等他升级变老佛爷这样子。昨天是支持什么东东湿掉耶，很热。小薇的 S， 小薇的 S， 所以有 XL 吗？三 XL。谢谢花生的康乃馨，谢谢 Hana 的木宝箱 S 级，木宝箱 S 级是什么鬼？是什么鬼？谢谢告白气球，还有 N 跟 L。嗨嗨，1314 S 级就告白气球 ，S 级是告白气球吗 ？A 级不是也是告白气球，还是我看错了？S 就是中了最大奖，恭喜你中了最大奖。爷来了也是 S，
爷来了是什么？没有看过，给我讲。非常划算，非常非常划算，非常划算的礼物。520 or 1888，1888真的是 SS 级，A 也是告白气球，木马像 S 是不是蛮准？叫爷来了很贵，但是不好看，不好看是吗？不好看还很贵。谢谢花生的超傻眼猫咪，谢谢傲讲的超傻眼猫咪，跟 SSR 很的意思很像。什么意思？100到20，那你们送100不就好了吗？待会的场地资源，这些都是猫猫在发生。对啊，大家一直抽到超傻眼猫咪，超傻眼猫咪，故江，现在疯狂出，真的是疯狂出哎、欸，一直都是猫，大家不要再送。100，然后送超傻眼猫咪，耶！真情告白，我今天超过7000钻，我就会变26等，已经超过了，就是抽到的东西好不好的分别。全世界跑出来是猫咪，大家还没被骗够吗？它已经充满了超傻眼猫咪。充满了超傻眼猫咪，谢谢 CKUNK 的超傻眼猫咪，恭喜大家一直抽到超傻眼猫咪，大家不要再赌性坚强了。超傻，大家不要再超傻眼猫咪了。平常在炸厨房还说想要给你吃，你确定他是说想要给我吃吗？说不定他想要给你们吃。谢谢 Toru 讲的超傻眼猫咪，大家不要再挣扎了。我下一波。不讲，我傻眼一波。他们一直在超傻眼猫咪，你来超傻眼一下。第167只，谁算的？谁算的167只？你们就飞，你们就飞，不要再超。刚来新，刚来新。凑了200，凑了200。系统可以看。就一直连丢，结果还是超傻眼猫咪。凑200个是能干嘛吗？恭喜小菊抽了超傻眼猫咪，这就是毒性。Hello 流星，哇，到了讲超傻眼，不要再超傻眼猫咪了。Singer song，跟我讲，要咬我是吗？超傻的猫咪，下一个还是猫咪，连两个唱歌，我帮你们超傻眼。哈娜的超傻眼猫咪，大家真的是宁愿损80块也要一只超傻眼猫咪。第一是傻眼猫咪，谢谢阿基拉的告白气球，超傻眼猫咪，超傻眼猫咪，不要再超傻眼猫咪，超傻眼猫咪。
看一部。大家为了告白气球一直在抽五次，然后都没有，然后就亏损。谢谢贝塔的心之管，你为什么一直用尾巴弄我的脚？谢谢贝塔的心之管，谢谢抽五的奖。傻眼猫咪，大家在傻眼猫咪，我就要掉到十名以外。过奖。放气球就请客也太傻了，放气球就请客，再送再抽超傻的猫咪就请客。谢谢阿信的带你去流浪，先去洗手，先去洗手，靠傻的猫咪上榜吗？抽到猫咪就请客，你们就可以一个礼拜都不用花自己的钱，都吃别人请的就好。五百箱子，抽中猫咪送神奇，超傻眼主播，谢谢您的告白气球。因为我欧气都在纸飞机。Hello 夜市冰泉 ，Hana 的超傻眼猫咪，不要再用你的尾巴一直弄我的脚。五百的好像比较，五百像是出翻版一样，一起超傻眼猫咪。那你在干嘛？那你在干嘛？鼓掌，鼓掌！剩下的抖音，谢谢木宝箱的康乃馨 B 级康乃馨，嗨起来吗？嗨起来吗 ？TikTok，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 AKB48 TV TikTok， 谢谢啊吧吧吧吧，ちょっとうるさい，谢谢夜市冰城的香槟。夜市冰泉又来送香槟了，香槟王，谢谢夜市冰泉。怎么都是猫，大家都是猫，大家可以送香槟啊。当时，谢谢新颖的心之馆。やで。香槟王 ，TikTok。香槟王听起来好厉害，他每次出现就是香槟。恭喜佳吉抽到了纸飞机。要在这边搜寻 AKB48TV，B48TV， 大家可以去追踪。关童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东西？谁要当傻眼猫咪王？不当傻眼猫咪王。
道大家赶快去按赞，赶快去按赞 AKB48TV 的 TikTok TikTok 飞起来啊，飞起来啊，大家拍抖音的吴昕英的歌。我们那时候在帮陈思雅唱，陈思雅说他要学什么什么舞，然后他不知道学什么，然后我们就帮他找音乐，然后就大家开始看抖音，还是你要跳这个啊，还是这个好像蛮简单的，还是你要跳这个，结果他最后不是跳那个的动作。等等追踪，等等追踪，开抖音咯，刚刚知道 TV 的官方账号有坑队长计划，抖音开起来。所以我们最后帮他选了这首歌，结果他竟然不是跳那个的动作，虽然那个动作是也蛮简单。谢谢夜市冰城的带你去流浪，这是什么东东？这是白龙的盗版。他坐在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那是火车吗？可以把你的声音关掉吗？还好早就在抖音，直接按追踪。对，还好早就在。流浪王六哎，今天看到五跟六。今天看到五跟六，各种礼物，酷。黄秘书说他要来吃鸡排，啊？为何？好，什么意思？他不是要减肥吗？不是要减肥吗？那种冲我们，就在那边冲，等下这就要冲。他不想吃品韩族。那首蛮多人拍的，因为他简单又可爱。一周限定计划，什么东西是一周限定计划？黄秘书现在在品韩家，他又去沦落在其他人家了。谢谢 Plus 带你去流浪，减肥只有一周。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谢谢，恭喜有阳光红包，好久不见，平安炸出。黄秘书去睡觉，欢迎追踪我的 IG。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G。你家看你炸厨，我不炸厨房的好不好？我不会踏进厨房。阳光色粉丝团，大家真的是很介意粉丝团，我就是要色粉丝团。会爆炸的消息，偷懒不想改，不想改，连阿俊是不是没东西放？对。其实有啦，只是还没有想发的意思啊，想一下哦。其实我修好了，只是我们还没发，明明排版都先排好了。粉丝团可以通起来一个礼拜喽，真的，我也觉得每次打开就觉得啊，今天好像很久没有发文了。今天好像很久，之后再说的那种感觉，啊喂，太难了，就没有什么好发的，然后发的又是差不多的照片，就不是很想发，那每张照片都长得差不多，
看一下我的 IG， 点不进去。我现在考在考在少年咖啡厅，等到那一天就开始。好像很久没有，4月23号哎，今天已经5月1号了，我已经很久没找到追踪了抖音的账号，谢谢 Judge， 你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一个礼拜还好，一个礼拜还好是吗？经典问号，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吃饱了吗？所以我可以超随便，是不是？那我要超随便喽。如果要我超随便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立马发一个超不对的文章，这样子跟照片超不对，超不搭。超随便的。纵容我发这种没有意义的照片，这么随便的吗？这么随便？你们说要随便就可以随便。现在看一下，这样会不会很怪？嗯，我来感受一下。好吧，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很在意排版的问题啊，没有什么很在意排版的问题，所以就我还要翻日文呢，大家要看我直播发奇怪的文。直播发奇怪的文，那大家可能要等我一下下，我需要时间打个文章。备忘录，阿里。晚上好 ，Hello， 晚上好。这样子，靠 ，Kobe， 然后贴上，然后好，怎么都是猫咪？12345678 9。我这样可以直接发一篇欸，9张是不是刚好可以发一篇？这样我就不用分两篇发，这样我就不用。可是它又长得很像，这些照片长得又很像，又没有什么意义。考虑一下，计划通，一起发这样比较快，因为它就没有什么差别啊，就长得都很像。就长得都很像，好像没有什么差别。还是我就直接说这是九字，谁喜欢？晚安。我这样，我超废的。こんばんは。试图用颜文字掩盖这一切。怎么没有一个看起来比较厉害的颜文字？我想要一个看起来很厉害的颜文字。废钱，我只是觉得该更新。动身我妈，
我妈在东山。最近发现了这个输入法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日常一緒に食べに行こう。他有帮我造句，他帮我造句，我可以选。こんばんは。喂。我就用这个，他帮我照样造句，他有很多类型，我就决定要用这个。大家，我要发。我发超废的文，他可以打开你们的 IG， 我来看一下我要怎么发比较好。一多，看一下，红色，配文头像抢起来，发完你作文。我在思考要哪一张放地板。1、2、3。等一下，思考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需要思考的时间。1、2、3。4。好啦，有点像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我思考一下，1、2、3，3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谢谢。奥奖的告白气球，好，6、7张就好了，7张就蛮多了，那看起来都很像。1、2，等一下，顺序，等待我的顺序，7、6、7，谢谢带你去流浪，大家一直想去流浪，好烦喽，超废的文。不是9张，现在是7张，那我就7张照片。行きます。谢谢 Wilson 的香槟。他有很多例句，一緒に食べに行こうよ。これから帰ります。リア充になりたい。行くしょ。間違いない。マジ無理な。发文了，嗨嗨！配文怎么配废留言？名前です。メールアドレスを変更しました。新しいアドレスは、です。登録お願いします。超废的，他超废的。配文的。おじさん会话留好了，大家留好了是吗？我还没有看到。こんばんぽ。今日も疲れたね。那种网路吹いた。
六七个。秋啊，髪秋裤きた。うざい、イエーイ。留好了借口，他有借口的地方耶。体調不良によりお休みします。目が今日はパソコン仕事できません。親に勉強しろって言われた。急にバイトが入った。財布を忘れました。取りに戻ります。トイレから離れられない。フェドネオサンチン。食材はペットのヤギに食べられました。留言了。開挂は什么意思？はじめまして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ごめんなさ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なんだと？ダメよダメダメ、ゆっくりしててね。別で退出。それが貴様の力か。俺に惚れた？おー、無敵だ。现在刷一百 love。 棒读。君の牺牲不会念。俺たちの戦いはこれからだ。僕には無理だ。悪いな、俺はまだ本気を出しちゃいないぜ。谢谢香槟アヒラの香槟。犠牲、君の犠牲は無駄にはしない。謝罪してください。今この場で。出た。あんたはすべてを失ったんだよ。很像日剧的台词耶。あなたを許すつもりはない。感觉好像芸人的ネタ。そうです、そうです。谢罪。还没认真。許してくれ。商务禁语。こちらこそいつ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一旦我用不到的话，我用不到的话，这个输入法是苹果更新，不是，这是另外下载下来的输入法，不是 Apple 的。现在才收了零一的照顾。では本日はお先に失礼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明日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很有可能输入法。私の言葉が足りなくて、うまくお伝えすることができず、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。三番字、挨拶。有卡吗？刚刚有卡一下。
提前下班的预告。有点卡，有点卡。你有卡，我也有卡。现在应该没有了吧？现在还有吗？还有卡。上班族的鞋子，今天灯光是不是特别强？没有啊，是我的头发是黑色的关系，所以特别强。什么？お忙しいところ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ご相談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ことがあるので。あるのですが、お時間を作っ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でしょうか。他每天都在吃，他每天都讲这样子是吗？还是不会回的。有够顶，ご一緒させていただけて光栄です。哎，资讯，我也要旁边放小抄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？不会回的，每天都说我喜欢这个菜样子，可爱そうですね。敬語。下属いつでも相談してください。さすが丸々さん、センスがある。今日も遅くまで付き合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好像很有画面。服务业，服务业。不知道。每天都用一样的曲子，这样子。现在在学日文第一句。誰にも不调，不调怎么念？那時はあるよ。鳥什么えず。ご飯でも食べに行こう。不会念的。突然开启了日文教学。因为我也不知道做什么。今は大変な時期だけど、ここが頑張りと時だと思います。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。不調、不調、不調、不調な時はあるよ。とりあえずもえず、不念。同事，同事还有敬语哦，这句也太长了吧！励ま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。少し落ち着いたら遊びに行こうね。用他给我的话讲，我是后天的。今日は会えて嬉しかったです。どうする？平地の日本語すごいです。そう言ってもらえると一番嬉しいです。妈妈在抓东西，对，她在抓东西。考前复习是吗？我现在用日文对话。不会讲，不看就不会讲。今日は楽しかったです。卡诺西卡塔卡卡卡卡的斯卡，你很谦虚的斯，耶耶，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。
抽奖，每日学日语系列，然后都是这些。こんばんは、こんにちは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かわいいよ、かわい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恶补一下。谢谢奥奖的猪猪你哦，掌声鼓励。被阿贝桑传染的，そうです。そうです。もう完全に。对，对，求救被感染的，被感染。日本語上手だよ、任せて。有看到阿贝桑上诗诗的 YouTube？ 有啊，我有看到。考古题给阿贝桑考考看，没有，不太妙，什么东西不太妙？非常学坏了，吃吃母糖，吃吃吃吃母糖，母糖的死。你没有想要理我的意思。坤坤母糖，叶配冰淇淋马上买来吃。我也想吃，结果走去全家就发现它没有冰柜，它只有微波食品的冰柜，很小间的全家。坤坤母糖，它突然动了一下，我觉得很害怕。超商冰淇淋，人家连冰柜也太粗，啊没有，我以为有的出，结果竟然没有，真是太难过。他过来了，然后经过了，他过来然后经过了。夏天到了，超热的，还没到不是吗？六月还是五月开始？是五月开始吗？六月开始，六七八，是吗？不卖冰墩啊？不对，而且它是双麒麟，吃起来还不像双麒麟，有点冰块的双麒麟。五月开始，喜欢夏天，冬天的喜欢冬天。破五公斤，破了吗？应该有吧。会不会很无聊？超无聊，超无聊。姑娘，你怎么又过去那边躺着？最近都没有活动，会不会超？不了我，那么热，六月底的握手会，真的是六月底的握手会，不想想象，冬天比较浪漫。
在着凉的地方。热死，热死，是不是感觉要爆汗？真的会爆汗。这样握手还可以去握手会吗？你不是换掉了吗？还是没有？给别人重新输入。户外感觉会热爆，热爆，热爆，超不想在户外。我现在脱下来全都是汗。他要过去躺在地上，可恶！他要过去躺在地上，边旅边我说：“哎，要防蚊子，我一定要被蚊子叮到爆！我今天就被蚊子叮到爆，我明明就没干嘛，我只是走在外面走个十二十分钟，然后就被叮了，可恶！”趴下来，边握手。下雨，然后水蒸气，然后很闷，全部都湿湿的，就一整个不舒服。身体不稳当，拒绝！我要喷完一整罐的防蚊液在我身上，我要抹爆那个，抹爆那种。绿油精，梅雨季，当个棚子。我的护手霜要用那种万金油，小黑蚊，防蚊液的味道，全场充满防蚊液，护手霜都变成防蚊液的味道，大肆消毒。最好是都不要出现，最好是都不要出现，这样为什么很香？一定是防蚊液的味道。大餐，我要把我的那一列全部都喷满防蚊液，然后他就去叮其他村。护蚊液的手也不会被咬，可以叫我把那个。酒精换成防蚊液吗？防蚊液跟酒精混在一起，护手防蚊液是解决。在桌上放蚊香，我在脚边点蚊香，旁边放那个捕蚊灯跟蚊香，加防蚊液。我这样还被叮，我就真的是，我一辈子都不要站在外面。搭蚊帐，站起来，然后只有我的手在外面。戴电蚊手套握手。请大家那天携带两三罐，然后帮我喷在外面的。只有什么没听？走进去边喷，安检过不了，还没进安检的时候就先喷这样子。被出警还是你给工作人员，然后叫他们帮你喷这样子。跟你梳头发。全部都是你的毛嘞。尴尬，全部都是你的毛。哎，哭泣。全都是他的毛的数字。
你就试过了，猜台喽。舅舅又猜台，他很爱猜台，他很爱猜台。啊，来来了，这什么声音？梳子的声音。其实我在干嘛？其实我在看着这个动森今天有劳动节活动，是那个种草的活动吗？不是。有的比很疗愈是吗？这个很疗愈是吗？迷宫的真的、哦？什么声音？平安心影片上他墙了，好像有，大家都有拍。听着会有魔性是吗？会对这个有兴趣。接着报上。黄秘书订披萨，他到底是要吃多少？脚踏车轮子的声音，脚踏车的轮子是什么？是什么声太真好命，李晨佳佳有点像猫的呼噜声，大家很喜欢这个声音是吗？
声音好魔性。用树子弹一首歌，用树子是要怎么弹一首歌？嫁得未婚吗？问号一波。超好的尾巴，他的胡须好长哦。下一猫咪，谢谢阿尔法的带你去流浪。下一猫咪波，啊，痛，痛，输奖。谢谢花生的超长的猫咪，你的胡须也很长，你的胡须是这样一坨的，它是这样分明。根根分明。谢谢傲奖的玫瑰，猫咪说来就来。嘴巴上都是它的毛，会跟身体一样宽，所以你也可以弄成只有几根。猫咪送我，你拿到气球。我嘴巴上，它刚就这样经过，然后我的嘴巴就全部都是它的毛。你在干嘛，姑娘？上个润发，你有帮你的胡子洗过润发乳吗？会不会变得很顺这样子？烫离子烫，然后护发，把它当头发在种。猫咬猫，一嘴毛。外湖一瞬间闪过，获奖。要不要绑双麦？我今天一整个就是没有想要绑双麦的感觉。你没有看到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拿，我只有拿一个书。酷，会给爆吗？会啊，看他心情这样子。谢谢您的告白气球。活动就有双马，有活动就有双马，没有活动就没有双马。太热了，没关系，你们还有抖音、TikTok， 快点去追踪。结果就是一个活动男了。谢谢花生的告白气球，恭喜你抽到 S 级。好了，花生把大家的沙眼猫咪用在他那边了，大家可以再丢200个才会再有一个大奖。会给爆很热，很不自然吗？是有拍，是个人还是全部？个人的那个是现在在DD52的人才有开自己个人的账号，现在这个是全体的账号。后面的林有帮出来，对啊，你看这个就自然卷，已经出很多了。我讲，你真的是一副很爽的脸。美玲、柏林和美玲个人，对，离子蛋糕里，他可以卷这种。
就是有办法绑上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你就想象他的耳朵是双马尾吧。约会绿草地约会就没胡子，然后这么快就又长回来，很酷哎！绿草地，姑姑讲，姑讲。看过你的胡子都是长一个月，很快，很快，不讲。大头贴里面的长一个月，大头贴里面。一个月很多哎，那你要不要留看看十二个月？男生每天都要刮胡子的原因，太长或超过都不行。学校宣传 TTP， 自己受不了太热是吗？帮他绑。他的手套很臭的，刮是胡子绑上马尾，张辉在下面这里。手上能吸引九九吗？超可爱猫咪。拜拜。最挑战世界最最宽的胡子，一只猫咪的。今天真的是很多猫咪，这应该不是只有今天吧？每天都只有猫咪，大家不要再挣扎了，它就是每天只有猫咪。嘟嘟嘟嘟嘟，十八名，45分，半条一样的胡子，半条一样的胡子，偶尔气球，偶尔给你们气球，让你们好像看见希望一样，其实并没有，永远没有希望，那永远没有希望。刀的声音好难听，他喜欢有声音的玩动物，声友会。不管气球跟猫咪都可以。
对，在宝箱上都是猫咪、啊。对啊。对林一的朋友，他不是华人，所以在考虑要不要参加之后的握手会。之后的握手会参加得到吗？可以参加的话，就可以考虑来一下。还好九九不像牛奶糖那么会掉毛，九九也会，只是他的毛不会飘在空中，可能他的毛比较重吧。没错，他还要坐飞机来，九九连毛也是重的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消失。跟猫咪作对，这调皮，猫咪说明书，它要走了。对绿色的东西执着的舅舅，不是对绿色的东西执着吧？舅舅拜拜。你现在在下面做？你在下面睡觉吗你？你的电话，电话的声音、啊。姑家，啊，球跑掉了。姑家，大不甘愿。但不甘愿，一分钟就好，好不好？一分钟就好。姑娘，姑娘，他要不爽了，他要不爽了，要不爽了，对不对？要不爽了是吗？姑娘，哈哈，好巧，趴在林一的肩膀，现在已经这么大只，现在超大只的，好不好？还跟林一一样大只，跟我一样大只是什么概念？他去跟他的球球玩了，这样做真的。他跟那个球玩得很开心。现在觉得不会爬肩膀，他现在爬肩膀我会觉得很痛。192大家加油！192是能干嘛？下一猫咪192是可以干嘛？心之怪，就是左撇子，还有分左撇子跟右撇子。
为什么知道19？他是3840钻石双鱼，什么意思？哦，你是1923840钻石啊？如果都是100的话，那就更多了。700、200救急鲨鱼猫咪，不需要，不需要救急鲨鱼猫咪。他还会这样拿过来给我？请问你是狗吗？你是猫吗？谢谢阿姐姐的新之碗。就是前面三，我很怕你的指甲抓到我。竟然会捡回来，那是有狗狗的灵魂。对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捡回来。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说他为什么会把球捡回来，其实内心是狗狗，训练成狗狗。好大只，他站在旁边自以为，球球汪汪，球球汪汪，你们看他。看得到他吗？看看他在做什么。啊，你还跟那个球玩得很开心。酷酱，请问他有在玩吗？他有在动吗？那天听到汪一声，他突然不动了。他刚刚明明就有在动，他刚刚明明就有在动，他刚刚明明就有在玩，喜欢地毯，他现在在看，不要再闻你的花，听到你的召唤然后过来，不会，他没有那么听话。在演内心戏，他在顾门公司狗狗，每次回来的时候，他都会坐在门口旁边，他就这样坐着，然后看你开门的。请问他是猫吗？第一动我不动。太酷了，直接对他就是这样，然后坐在那个上面，然后看着我回来，他就趴在门旁边，就硬要趴在门旁边。看门狗，他其实内心是狗的灵魂，坐姿端正。很怕热的猫，一直趴在地板，趴在那种比较凉的地方。谢谢心之碗，我超曝光。剩三分钟 ，this， 我们剩三分钟了，各位，呵呵，三分钟，冷酷脸好适合，什么意思？旁边人在看到什么？
下那个台式语台词，日文台词。我要走是不是？现在想超想演猫咪准备下班的台词，准备下班的台词什么忘记了。现在想花生的告白气球。是哪边来着？要下班，劳工节快乐！大家劳工节快乐！我没有劳工节快乐。是开不到气球自己开的意思吗？大家快点自己开气球，自己开气球是不是比较贵？520，没有100块，100块有什么礼物？没有100块的礼物。谢谢你的好忧伤，好忧伤。就上100就宝箱，100只有宝箱上。他不爽，他没有钓到鱼。你口红颜色好看，已经快没了。那个忧伤，加油加油！我问你可以开5个宝箱，那是开5个都是猫咪，这样的话你就只会有100个，我就只会有100个收益。拜拜。あ、なるほど。では本日はお先に失礼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明日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明日は会えません。谢谢。宽宽的告白气球。快跑！快跑！谢谢 Wilson 的康乃馨，拜拜。还没，还没，但是没有明天哦。我看一下，明天是什么时候？我们的明天是什么时候？我们明天是下礼拜二。我们的明天是下礼拜二。要邀请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哎，お疲れ様です。Sing a song， 谢谢坤坤。明天下周见。今日も楽しい配信を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また来週の火曜日。火曜日。お疲れ様。今日学校はどうだったかな？おじさんは疲れすぎて体が動かないよ。天才 AKB ABCD AKB 什么东西 ？ABCD 的东西没有です。こんばんは。皆さんもう寝ちゃったかな？今日は一日忙しくて連絡できなかったよ。ごめんな。明日も忙しいから早く寝ないとね。じゃあみんなも体調気をつけてね。おやすみ。星期六还要考试，真辛苦，真辛苦！今天明明明天可以放假的，还有那个输入法，还有那个输入法，
讲给你们听，讲给你们听。皆さんもう寝ちゃったかな？今日は全然かまって開けられなくてごめんね。皆さんも寂しかったな。俺はすごく寂しかった。だから明日は絶対話そうね。もうないです、もうないですね。ゾンビ人のおじさんのセリフです。ペインゲンのディオブン。久々。チャラーイ、チャラーイ。久しぶりに会いたいな。近々会えそうな日はありますか？谢谢怀怀的 love。love。其实那个进进那个我也念，那个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好白，好白的。デートのお誘いのセリフ。そうですか。皆さん頑張っているんだね。体には気をつけてね。頑張り屋さんだから心配です、心配です。大家来了，大家来了。今日は疲れていると思うし、ゆっくりお風呂に入って体を休めてあげてください。頑張れ、頑張ります。这是吧，明天加油，明天加油，明天加油。记得带个手表看时间，没有手表的，变妈鼠了吗？闹钟放到书包带去。会えないのは残念だけど、誘ってもらえて嬉しかった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。来週は時間が取れそうだけど、皆さんの来週のご予定は？你有没有问题？你要来要来我也记得猜 C 是吗？ C 比较厉害是吗？我来念排名了，排名排名。想起大尴尬，尴尬一波。阿里，再看一次。四五六七八九，有超过吗？今天的第十名是金佑。谢谢谢谢，送很多的您跟阿基拉。还有 Plus，
抽了很多沙野猫咪的哈娜，谢谢贝卡，谢谢各位。那我从第十名，第十名是金友，谢谢金友。第九名是我们的傲强，谢谢傲强。第八名是坤坤的，谢谢坤坤。第七名是阿尔法，谢谢阿尔法。第六名是星莹，谢谢星莹。第五名是阿杰耶，阿杰，嘿嘿嘿嘿，谢谢。第四名是阿信，谢谢阿信。第三名是花生，谢谢花生，谢谢花生，抽到很多告白气球。第二名是 Wilson， 谢谢 Wilson， 恭喜 Wilson 吃到了卤肉饭。第一名是夜市冰泉香槟王，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谢谢夜市冰泉，谢谢夜市冰泉，后半段才加入的夜市冰泉。中七点的40几分才看到，他没来，香槟奶喝起来，谢谢各位，那我要结束了。加油啦，加油啦，恭喜结束啦，恭喜结束啦。五月从今天开始，大家加油，加油！五月，哎呀，夜市冰泉，谢谢夜市冰泉的香槟，谢谢香槟，明天顺利，加油，明天加油。原来是去拿香槟，不用不用，各位。下礼拜看到就是放假的零一，对，大家我们下礼拜就可以看到，就是整个不一样，好吧，应该差不多，应该差不多，谢谢各位，华丽到爆炸，华丽到爆炸的香槟六，那就这样子啦，各位，可以去追踪 AKB48TV 的 IG， 然后可以去。追踪抖音 TikTok AKB48TV 官方的 TikTok， 然后呢还有什么，还有可以去我的一个礼拜没有更新的 IG 底下留言，对，追起来追起来，对，反正是 AKB48TV 官方的，所以以后一定会有我，所以大家可以先追踪，该下载的还是得下载，对。然后大家似乎收到了什么应援棒的样子，哥哥还有艾琳练起来，大家记得抽艾琳，抽艾琳。好哦，肺文流肺留言流起来，露额头不会有露额头头。然后大家可以去。锁定少女咖啡枪的粉丝专页，说不定会有什么新的活动抽奖什么的，好像抽奖什么的蛮多的，大家就记得开启提醒啦。然后还有什么可以讲？是不是没有什么可以讲？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讲。谢谢。加几的香槟香胖，考虑要不要再加买，关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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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各位，明天考的是国文跟英文，是一个完全不知道念什么的科目，大家就这样咯，拜拜拜拜哇啊，死亡，拜拜。我明天好像中午才开始考，下午才开始考，我是不是可以先睡饱再去？好像是从下午才开始考，看一下，就睡过头这样，尴尬。明天是下午才开始考，拜拜，各位。
さよなら。また来週。